两位继续，我在一旁看着也无妨。你看出来二位周身的气流涌动，正是强大的气泽相抗才能出现的景致。而这佛灵花是九重天的圣花，既然出现在这里，定是帝君为了净化浊气而召唤出来的。你们看上去虽然亲密，实则是在私下激烈的斗法。你究竟是何人？既然都看出来了，还不速速离开。既然你想趟这趟浑水，那本尊成全你。无知小辈，还敢与我论高低？一朝一世，一在手心，剑从心出，万花皆败。